顿也无食，来啦，饮一个豆奶啦。啊！嗯，倒来，过来坐。啊，我坐袂住啦，我咧规暗拢无睏，你知无？你若是遐尼啊烦恼，你就不应该甲莹莹留伫外口过年啦，啊，直接甲伊拗转来就好啊。你三年查某囝甲迄张莹莹安尼，袂出敢查某囝来抱起来公主抱呢？都叫安尼讲呢？你紧走，你紧走，你紧走，我是免那个拗转来。国讲国讲，是谁生的？你家己嘛是查甫人，你上知影查甫人是偌歹呢。我从来唔捌看过这款的老爸啦，人已经到迄温泉饭店啊，我都甲查某囝带转来，真正呢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卖阁念啊卖阁念啊啦，我捌查妹嘛是安尼，规暝就后悔好无？哎，妹啊，妹啊。无你甲伊敲一下电话好无？嘿啊，快问快人去倒位啊，我来甲知啦。啊，叫春香敲啦。啊，囡仔是伊生，啊，家己的老母拢无在烦恼啊。敢那你老爸一个人哦，为早起到晚哦，一个人在遐踅来踅去，踅来踅去，敢那徛卫兵呢？在等查某囝。无啊，啊，伊因较尊重你啊，你甲敲一定会接的啊，啊，芳的敲就无一定啊。好无啦，妹啊。你叫我，拜托的啦！你甲卡着，你甲卡着了。好了好了。十一号要到边，等待你。呜呼！啊！你穿恁大姐的衫要创啥啦？换掉啦，小较歹看，一看起六十岁，你知无？啊，我想讲要换一个 style。喂喂喂，红的啊！去年我穿这束的时阵，你毋是还阁讲我看起来真优秀呢？系啊。对啊，啊，我意思是讲哦，迄、芳的哦，迄气质啊，甲你会比哩啊，对无？啊，有一寡衫伊穿起来哦，迄爽到袂看口的啦。龙哥哥，啊，你即摆意思是讲，我粗鲁，搁兼无卫生？无啦，我毋是迄个意思啦，啊，毋是啊，啊，你有你的娇美嘛，啊，你无共款嘛，对无？哎呀，你着照你平常穿的，迄个水甲惊死人啊！迄镜头就是咧带家底水啊！啊，而且你迄衫裤，你讲坐甲，其实规个迄个死是，迄个衫都拢放袂落的啊，对无？你创啊！嘿啦，对啦，对啦，这规个厝内哦，着我上楼，老衫着互我来穿，老着互我来留啦，好无？啊，你有欢喜无？我有代志，我要先出来，哈。啊你。恁查某囝，你规暗无转啊，你拢袂烦恼？烦恼啥啦，凊彩啦！我即摆有足重要的代志，我先出门，转来再讲。无喏，你真正要穿迄束出门哦、喔？真是。红诶，你去食水无？怪怪哦、喔。啊！伊平常时拢要穿甲水水，敢若好爷啊人才要出门。啊！今仔日煞穿我的旧衫就走出去哦，神神秘秘的，哼！啊，上早会搭一条街咧破着我，莫插伊啦。哎呀，先敲电话给莹莹啦，紧的啦，紧的啦，卡侪啦。好啦，好啦。大妈咪，免卡啦，莹莹，等下啊。来，
小宝贝，嗯，啊，你有没有跟他那个？哪个？啊，就。就那个啊，就哪个嘛？哎呦，就今日好出去啦！啊，爸爸，就无正经的呢，无啦。啊，不是嘛？啊，你都规暗无回来，啊，搁规暗我甲迄个张永安咧斗阵，啊，爸爸当然会想说，恁是不是困做伙啊？阮是有困做伙啊。啊？你困做伙？十八万！这十万，十万个！我跟鸳鸯欧巴只是多做伙，看电视、吃饼，安尼尔。小姐，想法真太高呢。我带，拜公妈，拜公妈，哦，不不不，阿弥陀佛，英啊，你有食早顿无哈？啊，大妈咪，敢卖给你用我食的哈？免啦，我即卖吼，啥物拢免食，得就拜。我只想着我的鸳鸯欧巴，我的心就足满足。大妈咪，安怎？哒啦，我结婚了呢！哎呦，英啊，你真正是有喜欢迄个查甫囡仔吼？那你就恭喜咯。咱蔡家哦，就要有喜事啊啦！大嘞，恁爸要同意的啦。双方的时代拢要见面的，嘛要提亲的，一卡手指尔要娶查某囝，这个歹！哎呀，爹地，不要紧啦，简单就好啊。即马拢会使登记结婚。登记啥？你的婚事别再爱清彩啦！爹地，大妈咪，你看啦，伊做到我的婚，婚事，根本就是要嫁不出去嘛！明明就已经见过鸳鸯欧巴的小妈咪啊，啊，阮妈咪也有去过张家做客啊，阁不准我嫁！妈咪想看卖咧，你家己拢穿两个啊，不过你……来，你来听看嘛，这敢是做查某囝应该讲的话？你爸真正有气到哦，气！大妈咪，我讲有讲唔对，伊是不是伤害嘛？哎呦，恁爹地哦是今日哄骗啦！啊，老实讲，大妈咪嘛会啊，你遐尼啊单纯遐乖，够健康轻，大妈咪又是足欢喜你有意爱的人。啊，不过你查甫囡仔哦，嘛是爱保护家己，目睭爱闭好金啦，哈？妈咪，我知影啦，大妈咪上疼惜我，也把我当作家己的亲生查某囝。尤其是你甲对珍珠姐的爱，拢予我，也予我伫个遮尔啊幸福的家庭大汉，予我满满的爱，我唔只有能力去爱别人，对无？你应该感觉足骄傲的啊，哈？爸爸很骄傲啊，阿哥你在搞我们外姑娘，你们就要结婚了。哎呦，爹地，你到底是在烦恼什么啦？人鸳鸯欧巴有讲过啊，就算讲咱两家伙啊事业无合作，伊嘛要娶我呢，安尼就表示讲，伊是真心的，你是搁在怀疑什么啦？哎呀，好啊啦。我要去休困啊！See you。
就莫比较小安啦，看事办事，吼、哦。